上午6:43，本队接获民众18报案，于兰江溪口有渔船失火，本队立即派遣两艘线上巡防艇赶往现场救援。在上午7:13，巡防艇陆续抵达现场，立即实施喷水灭火，并成功将4名船员接驳上艇。那目前该渔船的火势已经获得控制，并在本队巡防艇接护下成功安防乌石渔港。后续起火原因及状况，本队会持续派员了解。